今天的下酒菜就吃这个水坑里的货啊，这里应该放了很多货啊。先测水啊，看一下到底有多少蛋白质。老铁们开始测水了啊！这个测水机的水怎么这么小啊？我感觉好像哪里堵塞了。没事啊，只要能测就行啊。要熄火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忙碌了5个小时，水终于测完了啊。有鲍鱼啊，还有小龙虾呢，看到没？今天必须把这腌了好多期的龙虾也吃掉啊！先把龙虾跟鲍鱼啊杀一下，然后用水管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就可以石板烧烤了。小龙虾跟鲍鱼都烤好了，可以吃了啊！老铁们注意看，这个绿色的东西到底是屎还是黄啊？我吃吃看，味道好极了。真香啊！